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哪个比较重要？渔民只要看见灯塔，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那个灯塔从来就没有亮过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。权力不是，财富也不是，你所谓的正义也不是。你想当一个好警察，我不拦着，那是牵扯到赵家的案，必须给我躲远点。我们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每天这么死盯着赵家，他们也会死盯着我。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，用不得一丝一毫的大意。能够对警察下手，那也太猖狂了吧！这水到底有多深，我到现在都没趟出来。这个世界上不是黑科技，百分之只有好人跟坏人。他们是病毒，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毒瘤，你懂吗？为什么要这样？这个案子我一定要查，就算我死了。赵家早就从根上开始了。